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OK， 好，咁啊正式嚟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哋嚟第二节嘅热血政治，多谢大家嚟到现场嚟参与我哋节目，感谢大家嚟到参与咁样。咁我哋当然啦，我哋喺度摆档，就当然系呼吁大家落嚟我哋年宵摊位支持我哋啦，咁样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即系而家咧，啱啱头先嘅消息咧就系咧。在沙田今天那個抗爭的活動裡面呢，就總共是有五位人士被捕的，這樣因為呢即是資訊都很混亂，因為始終就是說譬如好像之前的行動這樣如果要公民我們出隊這樣，咁要公民有冇人被捕，有幾多人被捕，咁我哋可能我哋負責嘅大隊啊、領隊啊，咁我哋都會點返嘅人數啊，邊個落咗單啊，大家都會有啲行孖必啊嗰啲咁樣，大家互相監察住，咁你都知道即係可能記者一打嚟問咁樣，都知道啊你嗰邊拉幾多人，或者你嗰邊有冇人有受傷嗰啲咁樣，咁但係因為呢啲自發行動呢，咁就變咗佢哋就比較單，即係變咗個支援呢又會薄弱咗，咁所以呢有時呢個世界啲嘢有矛盾，即係你話譬如好似一個團體嘅行動咁樣，你無論係咩團體都好啦，你嘅團體大到某一個地步呢，佢有一定嘅顧慮，你譬如好似而家義勇公民咁樣，義勇公民越嚟越多年輕人參加，好多學生啊嗰啲咁樣，咁你有時我自己都會行動嘅時候，我顧慮都會多咗，我唔係顧慮自己，而係顧慮啊，即係佢有啲乜嘢，即係好似日朗呢啲咁細個嗰啲咁樣，即係一間揩花塊面，我唔知點樣同點樣交翻個仔俾人咧嗰啲咁樣。你日朗呢條契弟好多人話貨金俾佢，咁係我覺得非常之好啊。你覺得佢係契弟，所以貨金俾佢定係咩啊？唔係，我即係氣從中來啫，嗰啲咁樣。因為我早兩日喺度同個擺檔喺度同個學生妹傾偈，傾得好開心。跟住然之後又話支持，又話支持成嗰啲咁樣。跟住唔係啊，跟住然之後我又招呼又成嗰啲咁樣，跟住話：，唉，你個人咁好，等我出咗零用錢，等我貨金俾日朗先嗰啲。非常之合理啊！佢明明話我個人咁好，但係貨金俾日朗喎。可能知道我聽日生日啊？你聽日生日啊？我聽日生日啊？係真㗎？係啊，真係㗎！唔好咁樣呃貨金噃，大家要出生日貨金啊！真係農曆生日啦，唔好辦。我今年農曆新年。農曆新曆都係採日生㗎，我咁就開一次就夠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好似幫兩倍，採一次啦，梗係有。今年先19歲人啊嘛，嗱即係好似日朗咁樣，今年先19歲，咁你即係行動有啲乜嘢太化撞親咁樣，我唔知點樣陪翻個仔俾人，即係呢啲你某程度上就係咁樣，有時候有個矛盾就係話你組織佢有組織有組織嘅好處，組織會更加有行動力，會有更好嘅組織性，同埋亦都前線啊。資訊啊、後勤啊、backup 啊，又會做得好啲。但係你講到即係機動性，講到就係話，喂，好似今日咁樣，根本都你都分唔到邊度吹雞嘅。啊，人聚就自然就起啦。呢、這個就係雨傘革命期間，尤其是喺旺角佔領區，大家訓練出嚟嘅自發性嚟嘅。即係喺成個佔領運動，如果你話最有成就嘅一件事咧，就係大家訓練咗一樣嘢，就係話沒有大會，只有群眾。你知道理念，知道目標，知道行動做乜嘢，係唔需要等人發施號令的，即係等於我哋喺旺角佔領咗咁耐，喂，使乜舉支旗出嚟，使乜起個大台話，喂，而家呢邊而家要做咩？你睇個環境，個環境要做咩，你就自己識做咩㗎啦。喂，喺咁嘅環境底下，你疲於奔命嘅喎，對於嗰啲土共啊，或者係差佬嚟到講，佢又唔知點樣防範嘅喎，亦都唔知道有咩辦法可以啊，等我收咗你支咪，譬如之前呢、這個咁樣嘅7月2號，即係上年啊7月2號，佢喺呢個咁樣嘅遮打道清場嘅時候，第一個時間就清咗個台，收咗你支咪，冇咗支咪，你班人就唔識行動啦。咁呢個只不過係警察對左膠嘅認知啫，冇咗支咪，啲左膠就真係唔識行動啦。撞咗所有警察都係，即係所有市民都係自己啊。係啊，警察係冇人指揮唔識行動噶嘛。唔係，除咗警察，左膠都真係咁樣嘅，左膠都真係冇咗支咪就唔識行動。咁我唔想幫我哋講説話嘅。係啦，咁但係喂，你呢啲嘢係唔會發生喺
唔會發生喺旺角人啊，或者係參與個雨傘革命前線嘅人，又或者而家救烏團嘅人，而家出嚟行動會去呢個咁嘅屯門、上水、沙田抗爭嘅人，佢哋係唔會等，唔會等大台，唔會等人企上個梯度攞住支咪。而家我哋就向呢個方向一齊去，好唔好？咁樣繼續先講，好，繼續先一齊等等支旗。banner 喺頭，跟住先去，唔會咁噶啦嘛。咁所以就係變咗，你好似今日咁樣，佢都係冇得搞噶。嗱，但係另一個唔好處嘅地方係乜嘢咧？唔好處嘅地方就係咧，譬如好似而家啱啱翻嚟嘅消息都仲係好混亂嘅。就而家嘅消息就話沙田就總共拘捕五個人，暫時啊，到咗而家九點幾呢個時間，暫時收到資訊就係五個人。咁我哋粵語公民就吹咗雞落去沙田嗰度，沙田警署嗰度聲援。咁啊，中二巴就到咗噶啦。咁我哋揾翻嚟嘅即係拜託翻嚟嘅律師啦，亦都過咗去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嘅消息咧就暫時知道拉咗五個人咧，就唔係全部去曬沙田警署，有部分咧就好似送咗去葵芳警署定葵涌警署。咁我到而家都未冇辦法掌握到曬嗰幾個被捕人士佢哋嘅名啊，佢哋送咗去咩警署咁樣。咁所以頭先你見我咁頻撲咁樣騰出騰入，就係喺度揦緊啲資料，因為究竟邊邊要幫手咧，邊邊要聲援咧，邊邊係冇律師啊，會唔會俾佢扣住咗，唔知幾時翻出嚟？因為有時又難搞，就係你連拉咗都冇人知咧，就連聲援都麻煩啦嗰啲咁樣。咁所以我都即係希望大家就係話，喂，你哋各自自發行動嘅時候，都起碼身邊有個人知道你嘅行蹤，知道你去咗邊度，有咩事上嚟。要向翻，即係譬如要揾其他團體求助啊，你都求助到 ，OK？ 我今日即係譬如我今日見到咁嘅情況咧，即係當然呢個係民怨，呢個係政府製造民怨所帶嚟嘅一個後果啦。但係與此同時係乜嘢咧？與此同時就係話令到我憤怒嘅地方就係咩？我見到呢啲就係、是、喂一啲勇武嘅人士，佢哋自己義士，佢哋自己拋個身出嚟。去對抗呢個赤化香港嘅情況，去捍衛香港，打擊水貨客。但係咧，得到嘅支援係如此地少，報道都少啦。無論係得到嘅曝光啊，或者正面嘅報道啊，譬如你《蘋果日報》又唔會正面報道佢嘅，《明報》又唔會正面報道佢嘅，係總之就話佢搞事啦、生亂啦，因為佢唔係學聯啊嘛。佢唔係嗰啲學聯嚇，學聯嗰啲就連嘻嘻都報導嘅。你老尾佢同邊個拍拖又要報導嘅？有疑似落網被捕，佢又唔撚報導嘅。即係而家嗰啲所謂嘅民主大報就係咁撲街啦。跟住然之後你講嗰啲社運啊、政黨啊，有冇咩支援？有冇咩 support 咧？又冇嘅。我就係諗起，我就係今日見到咁嘅情況，我而家都仲奔波頻撲，一路做節目，頭先一路打電話，喂，咁邊度要人啊？啲人去咗邊度啊？而家都仲不斷收緊風嘅時候。我就諗起嗰班咁嘅撲街，搞個乜嘢雨傘援助基金，你老尾仲要俾你民陣去審批嘅，幫你家你咪真係幫到人啦？當呢啲咁樣嘅即係粉身去抗爭嘅人士，即係講翻雨傘革命期間，真係有人粉身抗爭啦，真係有人話你成日話人哋鍵盤戰士，人哋真係行咗出嚟，企喺前線，落手落腳去做，自己身先士卒，都唔係身先士卒，而係一馬當先，自己一馬當先。走到最前嘅時候，跟住 OK， 不幸啦，中招啦嗰啲咁樣，跟住然之後打電話去求助，你老母你啲義務律師係會教佢飛行模式嘅，跟住然之後又會喺 Facebook 度講翻俾你聽，啊想我哋深夜出動啊，俾翻20,000蚊嚟先啦，跟住而家又扮揾曬嘢，幾條友攞6,000蚊出嚟喺度嚇，作搭個棚，個雞棚老練咁細得6,000蚊，諗住籌100萬。籌100萬又要嚟支援，刀仔鋸，教刀鋸大樹咧，直頭攞大塊或者餐刀諗住斬棵樹翻嚟用啊！佢哋要拋磚引玉啊，引多啲人嚟捐錢啊！會拋磚拋沙咋？佢哋講一講都唔清楚喎，總之即係開頭以為佢哋係每人6,000蚊噶嘛，但係唔係喎，咁多個人加埋，5個人加埋6,000喎，五個人加埋。出嚟夾6,000蚊搭個雞棚，諗住籌100萬翻嚟，跟住就去援助嗰啲雨傘革命期間，就曾經嚇、啊、因為法律嘅損失啊，或者自己受傷蒙受損失嘅人，就去支援佢哋。咁跟住有人去支援啦，佢就話：喂，要俾民陣批咗先。民陣何德何能可以去批核咧？民陣有咩資格去審批邊個先係抗爭者咧？一陣間你又交俾陳玉峰，又或者你哋知唔知民陣召集人係邊個？你知唔知民陣召集人係邊個？陳善盈嗰條八婆喎、啊，
人家一退聯就說港大垃圾那個八婆啊，垃圾是不是，是說港大垃圾那個 那條八婆啊，即是說如果你是雨傘革命期間有損失的話，你去要求支援的話，你是要呼你是要呼陳善盈這些八婆這樣啊，七叔在不知道哪裡回來的那些這樣，那是好啦，佢譬如好似而家咁樣，而家好似咁樣，好似無論係屯門或者係今日沙田，好啦，呢啲咁嘅抗爭人士，又有邊個支援佢哋咧？有邊個支援佢哋咧？所以我第一時間我就唉唔好啦，即係睇下揾個律師落去沙田先。但係究竟沙田而家係咪真係拉曬全部人，定係有部分即係一如消息所講去咗啲葵芳啊定葵涌警署？我而家仲要去探問緊。咁啊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勢孤力弱，我哋又即係係，我哋又冇義務律師團，我哋又冇律師，我哋又唔係律師黨，我哋揾律師係要俾錢嘅，係要俾錢嘅。雖然啲律師已經係義務價錢，幫我哋即係嚇你哋搞好社運嘅，都即係幫你哋去出勤啦嗰啲咩？喂，都唔係次次出到嘅，我想講，唔係次次出到嘅，因為都睇下佢有冇時間啊。我即係我哋能夠聯絡到，我想講，而家除咗嗰幾個黨嗰啲律師黨嗰啲律師之外，會做社運 case 嘅律師喺香港已經係好少嘅，喺香港已經好少嘅。喂，大佬，你自己做律師，你都必然係有好多建制嘅千絲萬縷關係啦。幫你搞呢啲咁嘅社運嘢，仲要你班撲街講建國嘅、講獨立嘅，幫你搞保釋打官司，仲使撈嘅大佬。喂，已經係冇乜人肯做噶啦。咁佢哋會有咁大嘅 backup， 就因為本身係律師黨嚟嘛，我哋唔係律師黨。咁所以咧，要揾呢啲咁嘅法律嘅聲援咧，係更加困難嘅。咁同埋即係我哋又即係又唔係財又唔係財雄勢大啦。咁所以就真係大家真係要多多支持，一間同我買多啲嘢，抵償翻我今日去請律師去保釋嘅金額。OK， 咁就喺嗰邊嘅情況咧，就追巴落咗去啦。咁佢喺前線啲，大家留意住《要時報》報導啦。我暫時都未啊，除咗頭先Blick放Blick嗰陣。跟我的手足溝通之外，就是剛才我告訴你是更新資訊，再進一步的資訊我都未有了。今天就今天還有港落了好笑，撲你去街沙田奇華落閘，你是落閘啦，冚家產，你貼張紙出來說什麼，因為暴動休息一天，暴動屌你，暴動你還可以在開跑，你奇華真的未見過大蛇屙尿，你真的，你總有一天會見識到，我告訴你，你現在這麼小事你就暴動，到真的暴動的時候你說什麼，仲有咩形容詞啊？仲有咩升級可以升上去啊？發神經啊！所以即係唔好大驚小怪啦。OK， 喂，其實平時啲水化拖住啲劍嚟衝嚟衝去嗰陣，暴動啦！平時嗰陣已經暴動緊啦。因為個劍係武器嚟喎。根本近邊境都唔係近邊境啦，而家凡係香港交通便利啲嘅地方，全部大型商場入邊都係暴動噶啦。跟住之後連續兩個禮拜。連續兩個禮拜，呢個警察都夠膽喺商場入邊施放胡椒噴霧。商場入邊人流咁密集嘅地方，你夠膽喺咁嘅地方施放胡椒噴霧？哦，咁啊好玩啊，咁啊好玩啊，係咪一有多人嘅地方你就放胡椒噴霧啊？喂，我想講有水貨嘅地方，唔係淨係限於沙田、屯門、上水噶，仲有好多地方好密集噶，係咪去又一城你又一又一城施放胡椒噴霧啊？咁啊係好玩啊！個個禮拜日，個個商場都施放胡椒噴霧。屌你！我哋又發現咗個新模式啊！喂，佔領條馬路原來都影響唔到你經濟嘅。你個個禮拜喺每個商場放胡椒噴霧，咁樣影響到啦啩？我想講咧，即係今日咧，今日三點半嘅時間咧，啲大批警察佢開始進駐啲商場，做維持秩序咁樣啦。咁而咧啲商鋪見到啲警察咧大批入嚟嘅時候咧，佢即刻閂閘嘅。咁即係話危險嘅唔係反水貨嘅，而係警察咯。商鋪驚嘅唔係嗰啲走嚟反水貨客喺度走嚟屌水貨嗰啲人，而係驚警察入到嚟見到警察，哇！佢實有事發生喎，於是啲商鋪客即刻落閘。同埋頭先嗰個俾。啲市民衝擊嗰度閘嘅嗰間鋪頭 call 而家就賣手袋，根本咧就其實唔係話要衝嗰間鋪頭，係啲人咧諗住向前進，而啲警察就喺前面封路，咁你拱下咧，拱到嗰度閘咧差唔多冧咁滯，咁而裡面嗰啲店員咧就用手頂翻出去，咁其實啲市民係無意話要去衝擊嗰個已經落咗閘嘅鋪頭，只不過係啲警察你又要喺前面封住條路頂住啲人，咁你拱下咪又係因為啲警察而造成呢啲咁嘅混亂危險嘅場面咯。第一，你一衝突起上嚟就冇差別嘅啦，呢啲情況冇得計噶啦，係咪？咁就但係我最想講嘅都係即係嗰啲落單被捕嘅人士咯，因為佢哋又冇政團背景，又冇組織背景，
即係你又唔可以，佢又唔係為政治光環，又唔係為咗佢哋唔係嗰啲撲街嗰啲咁樣啊！我好想俾人拉，我拉咗我上電視嗰啲咁樣。喂，佢哋拉咗都唔會上電視噶嘛，甚至乎佢哋根本就唔想上電視添啊！佢只不過係為咗捍衞大家居住嘅地方出一分力，又或者一腔嘅憤怒，一腔嘅怒火。可能是即係嚇，你可能會覺得有暴躁，但係嗰個怒火、嗰個憤怒都係好合理噶嘛。所以亦都呼籲大家即係除咗係支持一啲你哋支持嘅政黨政團之外，亦都即係留意一下啲網新媒體，去多啲 share 呢啲咁樣嘅關於呢啲非政黨人士、個獨立人士呢啲無名嘅意思，多啲去 share 佢哋嘅消息，多啲關注佢哋嘅狀況嗰啲咁樣。如果你哋知道嘅話，又或者你哋本身係佢哋身邊嘅朋友嘅話，知道多啲資料嘅，喂，譬如我要揾律師去保佢，我都要有佢名啊。咁樣如果你有呢啲資訊嘅話，你哋都歡迎你哋去提供呢啲資料俾我哋，希望我哋可以即係互相扶持嚇，希望可以做到啲嘢咁樣。咁我就再講一次，議會公民就去咗沙田警署嗰度聲援，咁我哋都揾咗律師過去，Joey巴就帶隊喺嗰度就做咗個聲援嘅。咁就如果可以啊，聽緊直播嘅人過到去嘅話，你就過啦。咁就如果唔係你喺維園附近，咁啊過嚟，梗係過嚟幫襯我哋啦，幫補翻，咁啊請律師嘅費用啦咁樣。咁除此之外就係、是，不如我哋就差唔多啦，我哋就送埋我哋今日四條嘅限量版拎 Warmer 出嚟啦咁樣。咁呢四條拎 Warmer 係點樣送法啊？問問題啦。問問題啊嘛，好啊，邊個問啊？問問題啦。邊個問啊？先問先。日朗幾時生日啊？你唔數一二三嘅？唔緊要啦。唔緊要，邊個啊？呢個啊？係啊，呢個。呢位啊？係幾月幾號生啊？啱啦，點解你會知噶？點解你會知噶？跟蹤日朗，你點解無端端會知道另一個男人幾時生日㗎？咁啊，肥仔樓下嗰個人。啊，睇你個樣幾嘻嘻，係喎。仲唔係兩年不離就高閒？我成日喺樓下見到你喎，你跟蹤日朗嘅，哦，你條友啊，嗰啲咁樣，好。咁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好啊，第二個問題啊 ，Ready？好了，第一個問題是今天要付錢的，記得要付錢 on the system 啊 OK 付錢的送個高達給你買，不是送給你大佬，是記得要付錢啊。第二個問題，今天熱血時報的頭版是什麼？好慢啊，口罩先生，只有他知道，來出來說，出來說，我不遠啊，出來說，出來說，他樣已經是頭版啦，已經我們今天是頭版啦，你知道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什麼。哦，真係講得出喎，佢好嘢喎，冇錯，今日嘅我哋嘅頭版就係全民防疫，港人自救咁樣，好，多謝你，要俾錢嘅喎，要俾錢嘅喎，咁樣，好，仲有兩個 quota， 呢個就係我哋而家送緊嘅，就係呢個限量版嘅 Level One， 就係熱血公民版本，淨係做咗30個啫，咁今日會送出4個 quota 俾大家購買，$80一條嘅咁樣，咁係第三條問題咩？頭先 Christine 問咗一條關於我嘅問題啦，咁我問一條關於 Christine 問題啦。我會打人的，咁我問咗先啦。好，你問啦，我都係會打人的。Christine 嘅全名係咩咧？有人打，有人笑喎。Good job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就係你啊！唔係問中文全名嘅咩？講英文全名都得嘅咩？香港人嚟㗎嘛。哦，咁啊，算啦，好啦。我叫基斯丁王啊。咁都得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多謝，歡迎，多謝你參與嘅，要俾錢嘅喎，要俾錢嘅喎。最後一個。問條容易啲。最後一個。容易啲啊？問條容易啲啊，咁難答呢啲。你想多啲人舉手嘛？有咩問題容易啲啊？你出啊，你出啊，你出。我出啊。我要答副眼鏡係咩顏色？你要講曬所有顏色出嚟喎。我你揀啦。我不是我揀的鬥快的嘛，送一揀的咩？鬥快後面的喎、啊。再嚟過啦，一二三啦，預備，一二三。邊個啊？我冇睇到啊。你睇唔睇到啊？我好似講邊個又？邊個啊？我睇唔到啊。嚟多次啊嘛，嚟多次，屌你，嚟到你放低手先啦。預備。唔好大聲手啊！預備，一二三，就你啊呢、這個後面，但你已經有咯喎、啊。邊個啊？呢、這個。邊個啊？我好啦好啦，你啊你，嚇你，好多謝你。啊，唔係喎，你要答問問題，要答問題啫，要答問題啫。咩話？咩色啊？你除咗口罩先。咁啊，醒目啊，好啊。好多謝呢位朋友。咁我哋今日4張4個 quota。咁我哋聽晚同樣嘅時間8點鐘，聽晚唔會遲到啦。希望聽日唔會遲到啦。
咁啊，聽晚同樣嘅時間8:00，我哋會喺翻呢度就做現場版嘅熱血政治。聽日會送出另外4條嘅熱血公民版本限量版嘅 Leg Warmer 嘅咁樣。咁大家唔好走住啊！係啦，但係大家唔好走住，我哋跟住落嚟咧係會有另一個現場嘅節目嘅。另一個現場節目就係索書後成咬者幫成 TCO， 就係索書咬者 TCO 嘅咁樣。咁我哋將呢度嘅時間交俾佢哋啦，咁樣同埋記得過我哋嘅攤位買嘢啊，咁樣。多謝曬大家，多謝今日參與，多謝大家。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.hk。 OK， 好，咁正式嚟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哋嚟第二節嘅熱血政治，多謝大家嚟到現場嚟參與我哋節目，感謝大家嚟到參與咁樣。咁我哋當然啦，我哋喺度擺檔，就當然係呼籲大家落嚟我哋年宵嘅攤位支持我哋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即係而家咧，啱啱頭先嘅消息咧就係咧。在沙田今天那個抗爭那個活動裡面呢，就總共是有5位人士被捕的這樣。那因為呢即是資訊都很混亂，因為始終就是說譬如好像之前的行動那樣啊，如果要公民我們出隊那樣，那要公民有沒有人被捕，有多少人被捕，那我們可能我們負責 的大隊啊領隊啊，那我們都會點回人數啊，誰落了單啊，大家都會有些鹹媽別啊那些，大家互相監察住，那你都知道即是可能記者打來問那樣，都知道啊 你那邊是拘捕多少人，或者你那邊有沒有人有受傷那些那樣。那但是因為這些自發行動呢，那就變了他們就比較單，即是變了支援呢又會薄弱了。那所以呢有時這個世界的東西有矛盾，即是你說譬如好像一個團體的行動那樣，你無論是什麼團體都好，你的團體大到某個地步呢，它有一定的顧慮。你譬如好像現在要公民那樣，要公民越來越多年輕人參加，很多學生啊那些那樣，那你有時我自己都會行動的時候，我顧慮都會多了，我不是顧慮自己，而是顧慮啊，即是它有些什麼，即是好像日朗這些那麼小的那些那樣，即是一下揩花塊面，我不知道怎樣交花仔給人呢那些那樣。你日朗這條契弟很多人說課金給他，什麼？我覺得非常之好，你覺得他是契弟需要課金給他們是什麼？不是，我即是氣從中來的那些，那些因為我早兩天在跟個擺檔在跟個學生妹傾偈，傾得很開心，跟住然後又說支持，我又說支持成那些，他們一日朗就衝過去，跟住然後我又招呼又成那些，跟住說嘿你個人這麼好，等我出了零用錢，等我課金給日朗先，那些非常之合理啊。他明明說我個人這麼好，但是課金給日朗啊，可能知道我明天生日啊，你明天生日啊，我明天生日啊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真的，不要這樣騙課金啊，大家要出生日課金啊，真的農曆生日啊，不要買日朗，我今年農曆新年農曆新年都是採日生日啊，那就放一次就夠了，是不是？即是好像多兩倍今年才19歲人，是吧？即是好像日朗那樣，今年才19歲，那你即是行動有什麼太霸撞親那樣，我不知道怎樣陪回兒子給人，即是這些 你某程度上就是這樣。有時候有個矛盾就是說，你組織它有組織，有組織的好處，組織會更加有行動力，會有更好的組織性，還有也都前線啊資訊啊後勤啊 backup 啊又會做得好一點。但是你講到即是機動性，講到就是說喂好像今天這樣，根本都你都分不到哪裡吹雞的啊，人聚就自然就起了。這個就是雨傘革命期間，尤其是在旺角佔領區，大家訓練出來的自發性來的，即是在整個佔領運動，如果你說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呢，就是大家訓練了一件事，就是說沒有大會只有群眾，你知道理念，知道目標，知道行動做什麼，是不需要等人發施號令的，即是等於我們在旺角佔領了那麼久，喂使乜舉支旗出來，使乜起一個大台說喂現在這邊現在要做什麼，你看個環境，個環境要做什麼你就自己懂做什麼的了。喂，在這樣的環境底下，你疲於奔命的，對於那些土共啊，或者是差佬來說，他是不知道怎樣防範的，也都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啊，等我收了你支咪。譬如之前這個這樣的7月2號，即是上年啊7月2號，他在這個這樣的遮打道清場的時候，第一個時間就清了個台，收了你支咪，沒有支咪，你那群人就不懂行動了。
咁呢個只不過係警察對左膠嘅認知啫，冇咗支咪，啲左膠就真係唔識行動啦。撞咗所有警察都係，即係所有市民都係自己啊。係啊，警察係冇人指揮唔識行動噶嘛。唔係，除咗警察，左膠都真係咁樣嘅，左膠都真係冇咗支咪就唔識行動。咁我唔想幫我哋講説話嘅。係啦，咁但係喂，你呢啲嘢係唔會發生喺旺角人啊，或者係參與個雨傘革命前線嘅人，又或者而家救烏團嘅人，而家出嚟行動，會去呢個咁嘅屯門、上水、沙田抗爭嘅人，佢哋係唔會等大台，唔會等人企上個梯度攞住支咪。而家我哋就向呢個方向一齊去，好唔好？咁樣跟住先講個好，跟住先一齊等支旗。banner 喺頭，跟住先去，唔會咁噶啦嘛。咁所以就係變咗，你好似今日咁樣，佢都係冇得搞噶。嗱，但係另一個唔好處嘅地方係乜嘢咧？唔好處嘅地方就係咧，譬如好似而家啱啱翻嚟嘅消息都仲係好混亂嘅。就而家嘅消息就話沙田就總共拘捕五個人，暫時啊，到咗而家九點幾呢個時間，暫時收到資訊就係五個人。咁我哋議會公民就吹咗雞落去沙田嗰度，沙田警署嗰度聲援。咁啊，中二巴就到咗噶啦。咁我哋揾翻嚟嘅即係拜託翻嚟嘅律師啦，亦都過咗去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嘅消息咧就暫時知道拉咗五個人咧，就唔係全部去曬沙田警署，有部分咧就好似送咗去唔知葵芳警署定葵涌警署。咁我到而家都未辦冇辦法掌握到曬嗰幾個被捕人士佢哋嘅名啊，佢哋送咗去咩警署咁樣。咁所以頭先你見我咁頻撲咁樣騰出騰入，就係喺度揦緊呢啲資料，因為究竟邊邊要幫手咧，邊邊要聲援咧，邊邊係冇律師啊，會唔會俾佢扣住咗，唔知幾時翻出嚟？因為有時又難搞，就係你連拉咗都冇人知咧，就連聲援都麻煩啦，嗰啲咁樣。咁所以我都即係希望大家就係話，喂，你哋各自自發行動嘅時候，都起碼身邊有個人知道你嘅行蹤，知道你去咗邊度，有咩事上嚟。要向翻，即係譬如要揾其他團體求助啊，你都求助到 ，OK？ 我今日即係譬如我今日見到咁嘅情況咧，即係當然呢個係民怨，呢個係政府製造民怨所帶嚟嘅一個後果啦。但係與此同時係乜嘢咧？與此同時就係話，令到我憤怒嘅地方就係咩？我見到呢啲就係、是、喂一啲勇武嘅人士，佢哋自己義士，佢哋自己拋個身出嚟。去對抗呢個赤化香港嘅情況，去捍衛香港，打擊水貨客。但係咧，得到嘅支援係如此地少，報道都少啦。無論係得到嘅曝光啊，或者正面嘅報道啊，譬如你《蘋果日報》又唔會正面報道佢嘅，《明報》又唔會正面報道佢嘅，係總之就話佢搞事啦、生亂啦，因為佢唔係學聯啊嘛。佢唔係嗰啲學聯嚇，學聯嗰啲就連嘻嘻都報道嘅。你老尾佢同邊個拍拖又要報道嘅？有疑事落網被捕，佢又唔撚報道嘅。即係而家嗰啲所謂嘅民主大報就係咁撲街啦。跟住然之後你講嗰啲社運啊、政黨啊，有冇咩支援？有冇咩 support 咧？又冇嘅。我就係諗起，我就係今日見到咁嘅情況，我而家都仲奔波頻撲，一路做節目，頭先一路打電話，喂，究竟邊度要人啊？啲人去咗邊度啊？而家都仲不斷收緊風嘅時候。我就想起那班人仆街搞了什麼東西雨傘援助基金，你老闆還要給你民陣去審批的，仆你街你是不是真的幫到人呢？當這些這樣的即是粉身去抗爭的人士，即是講回雨傘革命期間，真的有人粉身抗爭了，真的有人說你們經常說人家鍵盤戰士，人家真的走了出來站在前線落手落腳去做，自己身先士卒，都不是身先士卒，而是一馬當先，自己一馬當先走到最前的時候，跟住 OK 不幸啦，中招啦嗰啲咁樣，跟住然之後打電話去求助，你老母你啲義務律師係會教佢飛行模式嘅，跟住然之後又會喺 Facebook 度講翻俾你聽，啊想我哋深夜出動啊，俾翻20,000蚊嚟先啦，跟住而家又扮撚曬嘢，幾條友攞6,000蚊出嚟喺度嚇，作搭個棚，個雞棚老鏈咁細得6,000蚊，諗住籌100萬。籌100萬又要嚟支援，刀仔鋸膠刀鋸大樹咧，直頭攞大塊木啲餐刀諗住斬棵樹翻嚟用啊！佢哋拋磚引玉啊，引多啲人嚟捐錢啊！佢拋磚拋沙咋？佢哋講一講都唔清楚喎，總之即係開頭以為佢哋係每人6,000蚊噶嘛，但係唔係喎，咁多個人加埋5,000喎，五個人加埋。出嚟夾6,000蚊搭個雞棚，諗住籌100萬翻嚟，跟住就去援助嗰啲雨傘革命期間，就曾經嚇、啊、
因為法律嘅損失啊，或者自己受傷蒙受損失嘅人，就去支援佢哋。咁跟住有人去支援啦，佢就話：喂，要俾民陣批咗先。民陣何德何能可以去批核呢？民陣有咩資格去審批邊個先係抗爭者呢？一陣間你又交俾陳玉峰，又或者你哋知唔知民陣召集人係邊個？你知唔知民陣召集人係邊個？陳善瑩嗰條八婆喎，人哋一退聯就話港大垃圾嗰個八婆喎，垃圾集係咪？係話港大垃圾喎，嗰條八婆喎。即係話，如果你係雨傘革命期間有損失嘅話，你去要求支援嘅話，你係要呼陳善瑩呢啲嘅八婆咁樣。阿七叔喺唔知邊度翻嚟啦，嗰啲咁樣。咁係好啦，佢譬如好似而家好似咁樣，好似無論係屯門或者係今日沙田，好啦，呢啲咁嘅抗爭人士，又有邊個支援佢哋咧？所以我第一時間我就唉冇啦，即係睇下揾個律師落去沙田先。但係究竟沙田而家係咪真係拉曬全部人，定係有部分即係一如消息所講去咗啲葵芳啊，定葵涌警署？我而家仲要去探問緊。咁啊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勢孤力弱，我哋又冇義務律師團，我哋又唔係律師黨，我哋揾律師係要俾錢嘅，係要俾錢嘅。雖然啲律師已經係義務價錢幫我哋，即係嚇你哋搞社運嘅都即係幫你哋去出勤啦嗰啲咩？喂，都唔係次次出到嘅，我想講，唔係次次出到嘅，因為都。